Hello， 大家好啦，欢迎嚟到收睇 Tony 的 Task Talk and Life 嘅频道。今日我要嚟评价嘅小巴路线系列咧，就系、是、一条63号啦。一条路线就系由乌塘岛田村去裕民坊嘅。咁佢一条路线就喺1994年8月投标，都开投标投翻嚟嘅。咁啊，原本就系喺一个富人家嘅，但系而家就喺因为投资咗乌塘投资咗，变咗去裕民坊小巴岛站啦。咁呢一条路线咧，就原本系由酒吧喺1994年提出嘅巴士服务更新计划里边提出一个建议嚟嘅，但系想将216M 移除到去乌塘裕民坊，被将个编号注成为216啦。即系而家嘅63号呢个版本啦，但系乌塘区议会就反对一个 B 道，就系因为你咁样会嚟到碧云道嘅居民冇咗接驳地铁蓝田地铁站呢一个路线啦，即系呢一个计划就自咗就俾咗呢条，就将个提议咧就俾咗呢条小巴路线，呢个小巴都市去做啦。系，咁我哋而家上车睇一睇到评论如何啦。咁一条小巴路线咧，平时都系呢啲蓝铁护刷嘅人，多数坐嘅小巴路线，所以系客量好高。咁而家就晏昼7:30。夜晚7:30啦，上海人個人就開車啦。通常啲車咧就反方向會多啲咯，黃山通常都係之後會換多啲，夜晚冇乜人。
都是十分鐘不死到來到這個烏頭湖處理了。
豬萬都會輸出到入去漁民花道係倒閘啦，所以呢條線都係特別花脆咯。所以嚟到好多藍田半山嘅人都意呢條線咯，係因為呢條線仲花脆。加上喺呢度係行將軍澳道嗰邊跌落去烏塘。係啊，都係你快到巴士，巴士係要行慢慢行就成個藍田啊、皮田啊、皮田嗰啲位啊嘛，即係行曬成個山啊，嚟到巴士冇乜人數。超多快速，快過十個 M 啊！其他巴士線。